sound. What?关注末世觉醒官方平台，解锁更多末世求生技能。太棒了！我就记得你说过，你在一个什么地下甬道里，藏辆什么什么车。切克，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了。那你一定要帮助我们。那跟我来吧。太好了，切克，绝对不会后悔的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你说对了，咱们的人都已经被克拉克干掉了，这一局是扳不回来了。那看来镇子是待不下去了。想要出城的话，就要来场硬的。黑子，你没问题吧？什么问题？就知道你会说没问题。好，那咱们就大干一场。抢车出城！走！钥匙被取走了，需要点时间，你俩先守住那扇门，一会儿肯定会有人再过来。好的，你抓紧时间。我要去取我的摩托。嗯，你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文武，接着。给点力，快点啊！就这个。哦，我只身有伤，不能笑。但你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逗我吧？这明明是艘船呀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装了轮子就是车了，能跑，而且很快。放心，出甬道前先需要安装这些，只要有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出镇子了。
这可是费了很大劲才配齐的，一个朋友帮忙找的。来，帮个忙吧，一起。走了走了，哎，放心放心啊。装轱辘这种事儿，我可干不来。我现在有伤，不适合搬东西。这些都什么破玩意儿？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受伤的地方尽量少用，多注意修行。这一路可能比较颠簸，所以请各位系好安全带。赶紧上来，就听你一个人在这儿嘚嘚嘚嘚的。你还是不和我们一起走啊？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说的路线，你们都记住了吧？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杰克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快点吧，他不去就算了，反正他也是个废物。好，好的，OK 了。OK 个头啊你，跟个姑娘似的。对，这个是速度，那个是油表，推那个操纵杆就可以了。祝你们一路顺风。你给我过来吧你！把路障按上，快点！车过来，车过来。好，我这回闹死你们！要来了。快下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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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就这么费劲，先弄死一个再跟我说话。操，和我没事儿。胖子，快走。靠。
死吧你们！哎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来一个吧，这烟不错呀。就他娘的知道要出事，瞅啥呢？还不赶紧去报告神父！有人要闯关，一级戒备，全员枪手听我号令，准备好，预备。黑子，老战术，揍他们！开啊！冲出去了，好！如果你不把他们给老子拦下，就准备去电厂下面养老吧。哎，这事儿瞒不住了，也好，早晚也得挑明。走啊！追上他们，一个不留。你这破玩意儿还挺快呀！哎，Ruqin，应该换普通轮胎了吧？对对对的，有准备有准备，放心。铁砂跟你闹着玩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嗯，那你先换轮胎，我和马三出去查看查看情况。好的，放心。哎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哪儿？我们现在已经开出疯狗镇20公里了。根据 GPS 显示，我们的具体位置应该是疯狗镇的正10点钟方向。嗯，距离还可以，但这个方位还不是很稳妥，必须抓紧。好的，大家小心，有动静，注意隐蔽。何明，跟我去看看。哎，哪能少了我呀？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哎，拿着这个，或许有帮助。哼，你这倒是什么都有啊。我去，不会是花火的人又追上来了吧？是特尔的人呀，他们也在被追杀。我说昨晚镇子怎么动静这么大？原来不光是冲着我们。哎，马三，什么情况？他们没有被炸死。还以为特瑞他们有多牛呢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给我去死吧，我烧死你。不错，看起来克拉克暂时还腾不出手来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改变线路，去囤积站。哎，
转什么转呀、啊？老子迟早干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咱们抓紧时间。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。好主意？哼，他能有什么好主意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一天到晚事儿事儿，非得听他的。老子出来谁也不怕。黑子，控制好距离。哎，姐，这么跑是甩不掉花虎车队的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应该就是 AI 锁定区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喂，看你锁定区，去 AI 锁定区。一群疯子。哎，我是铁渣，用腾讯网卡免流量看末世觉醒，扫码就可办理哦。